我们出去员全体人员来到，吃草鸵鸟，走。鸵鸟。哦，好会长哎！一天一个样啊！那天来的时候怎么这么大？来，大蓝，来个大蓝。栅栏是最大的。我看出来大。我跟你握手。小心，我在杭州，我天天看你的上海。六点多，是你们赢的吗？说说，我有点想。他们赢，书记报告一下，我们只参与一下，我们不得奖，我们得不了。想看一下我的直播比赛，是不是？石头剪刀布。哎呀呀！给他讲了。没得选啊，是他选的。大家说要哪边大，哪边多，哪边少？这直播比赛。好，来。哎，翻过妹子的。还有，然后面过的来，还有三开始。铁马进来。一、二、三，不许傻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书记咋傻了？没事没事，不能起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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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了说了，不用说。太死人了！不能把纸扔掉，你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一点点把纸张。说了，不用。现在第一天还没说完。一看就气势压倒。还有小的姑姑叫了。没事，还没到最后都不。不要认输。对啊。你还哭纸？要不请帮手，我来。我想把人擦一下。小琴加油。慢慢擦，你快点把玩笑。女同志争口气。我们下次跟楼楼来做个专场。不用比了，赢了赢了。你非发笑的话，永远都没有用哈。是啊，我们男士低调一点嘛。等一下嘛。没有闺蜜，没有闺蜜。我先这么主动。对。那投降了，投降不能投降了。来，我请两个帅哥给你吃掉啊。哎呀，投降还要再吃10块的。我不投降，不投降。帮你一下，好。我这样还吃掉，我帮他。快点加油加油！看谁先吃完。好嘞，还差点吗？没了没了，赢了，疯的毛病。没吃完，重新吃过，快点。啊，抢哎，那个闺蜜啊，怎么请的帅哥也是那个哈，也是。等一下，不要。我给学呀。鸵鸟来了。学不来。鸵鸟给说签子的，烧烤的签子。没有，啥也没有。签子都没有，怎么烤？分路吧。直接分路吧，我就要这个了，你们随意。把这个膜取了，给我。有吗？红丽姐，足足等了4-5个小时了。对。没签子。搞了半年还没得吃。是，哎呀。气不气人？本来我们红丽姐准备3餐一顿吃的，这只是扮演。就早餐都没吃。是啊，签子都没，你说怎么弄？这是围巾，这是围巾。上游是不是就是你做的最大？不是，我们不能说最大，只能说那个做服务做的最好。那口水，这服务做的好，帮我扶一下他，把他扶起来。这个筋到时候就只能搞来，这个筋好吃，是这个筋就只能到时候搞来那个了。啊，这家呢？不是今天新杀的吗？我要你不动也不行啊，你不动来了都会出。哎，明天要昨天就要动好了，好啊。对，那提前一天，他临时杀是来不及啊。对，没有其他的，就走路。哎，从甘肃来这里没有那么远呀。开玩笑，怎么会？4个多小时嘞，对。开货车，我开的是货车来了，货车5个小时，好多天没见你了，很想念，很想念，甚至想念，看你胖了不少吧？你会烤吗？啊？哎，是呀。大龙，现在6点钟了，准备几点钟有吃？不知道，他这炭都没烧好，我还在烧炭，估计得12点左右，1点钟吧。啊，红姐，吃夜宵，哎，直接吃夜宵哈。今天4餐一起吃。这炭不行，这样烧肯定不行，要把那个炭烧透。
今天谁是主厨啊？没有主厨，哪有主厨？哎，徒弟。大龙，算了，我请你吃炒粉去。炒粉，走。关键是这个火没起来的，人家要吃。我不管了，我吃炒粉去。炒粉不好吃，别急啊，别急啊，嫂子，那边再烤了啊。哎，给删到啥时候去？能删到啥时候就删到啥时候去了。这个炭没有烧透，我跟你说，烤的是黑的。首先烧火要把那个炭要烧透。啊，别急啊，红梅姐啊。你看我这一头汗，你走开，就是听你说没一天没吃饭了，知道吧？来了，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要跳下来，别退了。哦，小心小心点，别退了。不要，小心小心。啊，太高了。这一伙小朋友，好歹一个抓一下吧。有点矮。啊！别！你有点怕。扛着走，扛着走啊！不要吧，不要弄了，不搞了，走！快点！皮皮酱。皮嘛。四公斤回去。是我能搞得动吧？你看，哪里需要那个盐呢？全部是你的汗在上面。这边会黑，会黑是吧？要用锅子啊！夹子，不用，就这样放上面吧。没事，没事，后面。风扇，风扇关起来。拿长，等下我压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压着。撒点油，撒点油。撒点油。哎，这样就不会焦掉。对了，这就可以拿起来了。这个我们这边肯定好啊，放心哈，首先我们的火好，调料好，跟你讲，调料好就是。怎么样？漂不漂亮？哪一个？这是这个，红玲姐。红玲，哎，咱动手，动手。炒米粉咱不吃，吃这个。是啊。吃啥炒米粉？那你辛苦了，你先吃。我还在烤。你先吃。这个叫野炊哈，就是这样哈。你都一天没吃饭的。叫手抓土鸟肉。对。好不好吃？吃了就知道。哇，这两块你。哎，鸵鸟哥。刷油。刷油，现在没吃。这个要几成熟啊？熟了。看看人家小马，说你走这里鸵鸟肉不够吃，再加一点。加一点马肉。马肉。加点马肉。这样搞好。对，这样下去定型了。咱多吃点。不是，讲一个最大的给小马，裹一下。小马，小马。那个扛着走快点，熟了，熟了，自个搅一个，哎嘞，干嘛呀？没了，哎呀，我这受伤了，坏了，要个腿，没个腿不行。就那个最大的腿给你啊。这两个放心，一定是给你的哈。等你吃够了，腿就熟了。其实我那个差不多了，再给他补两下。得吃一块了。嗯。这边再。哎呀，这个有没有刷油啊？没刷。这两个手就怼着我，我都不敢出啊。刷了没有？鸵鸟哥，你辛苦了，你来一个。哎呀，算了。来，算了。哎，罗罗都还没吃，罗罗来。人家喷的口水又给我吃，真的是。哎，罗罗哎。想给别人吃就吃了嘛，还配？罗罗。我先声明一下哈，这个是我接的哈。拿纸过来包啊。兄弟们，别接那么小了，就接这么大的，按我的方式做。不是你，你不是也没吃吗？我不吃。来，哎呀妈呀！你吃，你吃，你吃啊！你吃，你来吃。先生，不要再烤了，他们都走了。走了也烤熟啊，不烤熟怎么办？扔掉啊？拿回家煲汤喝。等他们走过了，我就煲五斤。还有最后一个东西，你一个人慢慢享受。
那肯定了，我不是我那谁愿意考这个东西啊？我肯定要得点便宜啊，是吧？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好吧，你慢慢考哈。我慢慢的考，等你们走过了。那个桌子要不要搬一下？我搬一下那个桌子。明天再搞。好，明天再弄它。明天我们都一起。好，可以。那你辛苦你了哈。你看还这么多啊，还一个腿。嗯，还有个腿。走了，拜拜。留给我的。